迎接一位 NBA 球星的到来，我自己肯定不是主角，所以要把舞台赶快交给他。那么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舞台主角， Let's welcome from 成龙红队 Number 7 Pointer Jimmy Lee 尹柱豪。西餐汉堡 Go 现在的长发投篮低哈哦、这是上帝安排的我觉得每年中国的篮球技巧比较高，我觉得像今天你看这些球员高个可以运球投三分球比较矮的他们的速度他们的技巧他们的运球都很棒，我觉得篮球在这里会越来越大然后大家会表现比较好真的很开心可以看篮球在中国就变成一个 such a big sport。他防我防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需要有很多的 spin move， 或者我也比较壮，所以要靠我的我的身体就是对抗，然后就是一直bully him 对打他。我觉得在外面就是比方说现在这个365，我觉得下面traction 非常重要，因为通常你在外面打的时候如果很滑或者有湿的你就会摔跤或者受伤，所以我觉得 traction 非常重要。除了 traction， 我觉得非常轻，然后这里有很多的 breathable， 就是我穿这个，因为在外面有时候太阳会很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轻的，然后就是 very breathable， 很舒服。通常就是随便选，如果我比方说我去 Washington DC。我高中的好朋友在 Washington DC， 然后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我们叫 comb over， 所以我去 Washington 的时候，他问我，我说，你可以选，所以他就选 comb over， 他自己的发型，所以我就那个比赛就有一个 comb over。他会。
他不喜欢 tattoo， 可是他也不喜欢我的发型，他也不喜欢我的耳环，没关系，我觉得 tattoo， earring 这些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怎么对别人，你怎么 how do you live your life， 我觉得这都是小事。我觉得这里食物非常好吃，当然我会吃，烤鸭，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饭店有好吃的海南鸡饭，我也喜欢我喜欢北京，因为球迷，北京的球迷也是对我非常好。